够饿的啦，干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鲁哥。妹妹，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很严肃的任务，对，就是呢，我爸他最近有没有迷上了这个车速度？对，就是把他们的车啊当作床，当作帐篷，开到一个地方停着，然后就直接欣赏风景，就跟我妈两个人过着这种老人生活。最近啊，我爸他在客厅看电视，有没有就找了一大堆那种露营专用的频道啊，还是什么车速等等之类的相关影片来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研究，一直研究。他好像迷上了一款桌子吧，还是什么的，就听说很屌，还是怎么样的。我爸虽然说身为一家之主，有没有，但是总是会有一个人反对他，那个人就是我妈。所以说呢，我今天呢、打算要帮我爸圆这个梦。等一下就是。来，我实际演示一次给你们看，什么是我爸的家庭地位。不然这样子啦，让你跟爸爸 PK， 如果你赢的话，就你帮忙出一半。我赢，我还帮忙出一半。哎，不对啦，我刚才说错了。如果你赢的话，爸爸自己买啊，自己花他的钱买。啊，如果爸爸赢你的话，你们两个就一人一半。这个你看，这个你看，那装备你看。等一下，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我就不要让他买啊。如果你赢的话，你就不用出钱，我跟爸爸 share。啊，如果爸爸赢的话，你就帮忙出一半。啊，不然你们整天在那边吵这个，那就让爸爸买了。反正你看，反正你们去车速也是你两个一起用。对啊，你看那个人家有道理吧？是卡在上面的，对不对？有道理哈。好像有。好，我跟你们，我把你们弄好了。这个是有点像格斗天王那个 PS5 的《鬼灭之刃》，就是你跟爸爸两个人是单挑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女生很强，你选那个女生。朱砂丸啊？对，朱砂丸很强。爸爸，你都可以啊，你选炭治郎好了。炭治郎，左上角那一只。对。这技能啊？对，啊，你要空骑。哎，不是啊，哎呦，啊你。这是按什么的？我好不会玩啊！爸爸，你在跳是怎样？等一下，先暂停，不会玩，先暂停！不要再打了，妈妈，不要再打了！我跟你们教学一下。等一下。爸爸打他。为什么？爸爸，你可以放大招了。哦，有了，保有放大招哎！趴下，下！为什么你不能出招？下！我赢了！大招要按哪一个啊？按这个啊！你要下面，我不知道有这个。你下面集满气要按这个。我不知道有这个。啊，你输了。三战两胜啊，战完了、已经结束了、而且其实我帮你选超烂的角色，那我不公平，有点那种上当的感觉。没有啊，怎么上当？哪有谁套？又没有人套路你？好吧，愿赌服输。你我会尽量买啊。又没有人套路你什么？总觉得你们怪怪的，哪有怪怪的？好啦，我去拿。对不对？自己用到东西在那边斤斤计较，可以去买多一点呢。小气，真是的。好啦，谢谢。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东西又可以多买了，等下出去的时候。套路哦。来正反面，来。哦，你没有猜中的话，就是。出一半，猜中的没有。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直接你猜，你猜对了，我就出一半。对啊，如果你没猜对，就加油。好，对啊。你有没有跳？阿爸，你猜啊。哎，这压力好像落在我身上。
妈妈，干嘛？你过来，你来猜。猜什么？你如果猜到的话，你就不用出钱。我不是已经不用出钱了？我又被你们套路吗？啊，不然这样除以三。好。你猜赢的话，你不用出钱以外，我跟爸爸又再给你一千。猜赢一次就一千，一千两千这样哦。对啊。啊，你那就不要出桌子，就我跟爸爸去买桌子这样子。啊，你那一个桌子能多少？那没多少啊。哎，你这样子也。哎呀，买一个也赚呢。一个桌子能多少？你去买家具行，你去买那个桌子才多少？对啊，你掷硬币猜就赚两千啊，赚啊！好，来，快点。好，那我要谈了。知道输跟赢的惩罚跟奖励是什么了？啊，这样子。我自己这样子感受一下，应该是我猜人头。你猜人头，我猜人头，我猜人头，你猜10元。哦，贼贼的，然后你这样摸，你摸得出来？我猜人头。哦，我猜10块。10块，你输啦！不行，我要看。又没什么东西。又没怎么样，这十块正常的啦。你输了就承认，你不要那么赖皮好不好？我怎么知道你那么贼？输就输了，好吧。我的赖皮就跟我妈学的，你知道吗？乱讲。耶，爸爸耶！好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好了，走了，输了就输了，出来了。上来。哦，谢谢。Nice。那就一生一世啊，这样，爸爸，现在我们妈妈也要帮忙写了，几加几的就给他全部都买满了，对不对？也不爱。被多好用，然后又有人帮忙出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今天真的是一举两得啊，难得我下厨，你知道吗？平常都是我妈在煮菜，你知道我不下厨原因是什么吗？我怕我煮起来太寒。他怎么变无骨鸡？这个烤起来，这个做熟的这个，哦，啊，不用沾东西啊。你要沾那个吗？你教啊。来来来，这个你教教。怎样？好粗啦，好粗啦，还拿好粗啦。嗯，哇！掉到我的裤子里面。夹起来吃，夹起来吃。哦，咻！哦，高音乐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变魔术哎 ，magic。每个都很好吃，吃它啊！哦，有这个更好粗哦，这个煮出来的更好粗。嗯，哎呀，这个加持。哎呀，今天马上开箱，马上用的，在家就用的。我觉得今天最赞的是我妈妈当分母。嗯，哦，妈妈出三分之一啊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家庭调解员的这个角色也算是任务达成了。我爸买的开心，然后我妈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意见嘛，也吃得开心。哎，对，也吃得开心，也用得开心。那这个氛围到了呢，什么东西都对了。尽管这个过程中使出了非常多的老千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呢也就差不多到这结束，好不好？我是陆哥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就喜欢，如果不喜欢就不喜欢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Jack it up。